哎，这样子怎么样出来啊？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own, gonna pop
放慢 boom, let me kick it on that long. 眨眼睛睛早睡不清，笑脸睛睛不要不停。 Why you looking so sad? Gonna be rich my boy. Got too many life shows doing around the world. Sorry, wait, what? 让你伤透心，光线数不清，一定抓紧马里冲进精灵内分。 I'm about to run.水上舞台已经等着大家很久了哦。不过呢，也听说我们的黑曜精灵呢，从早上就带我们的水上舞台的周边了，对不对？今天来到我们的龙潭，一块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端午佳节。你知道吗？这一次啊，我们的龙潭区公所有举办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哦。除了我们现在晚上的音乐响宴之外，听说早上的龙舟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早上是先来彩排，对，然后就有看到大池上面有听到龙舟比赛，对，这是我在第一次在现场看到龙舟比赛，哇，所以我就有一种很激烈的感觉，就是感觉大太阳下很，就是感觉很辛苦，是不是也想滑两下？我想的是不是？对，我刚想说可以办个明星赛嘛，就是那个、明年你们就组黑曜精灵队好不好？大家想不想要来帮他们加油？缺人，我们现在只有九个，所以龙舟几个？龙舟大概20个，好了，有没有一起组队的？有没有举手？来，报名专线是空吧，麻烦请打一下哈，这样子可以吗？好吧，明年我们就期待在这个舞台上面的后方了吧，龙舟上面直接跟我们的黑曜精灵来组队，哇，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期待哦，真正加入我们的一个归乡文化节哦。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黑曜精灵非常厉害，不仅是会唱又会跳，语言能力也很好啊，在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当中都难不倒他们哦。那接下来呢，黑曜精灵要带来哪一首的曲子送给我们现场的歌迷朋友？